Blackpink 成员 Rosé 最近推出首支 solo 歌 On The Ground， 昨晚就获队友 Jennie 喺 IG 限时动态咪嘴 cover， 影片就可以见到 Jennie 一身居家休闲 look， 着住士多啤梨睡衣录片，真系 Q 到晕咯。虽然只系自拍，但 Jennie 一样都系咁兴奋，咪嘴咪到七情上面。佢更加喺片段度 tag 埋 Rosé 留言话自己系对方嘅头号 fans。之后 Jennie 再公开问 Rosé。几时才可以上载我们的影片啊？而 Rosé 就玩食字这样答 Very soon， 金士多啤梨大人。不知道早前捞过界做 YouTuber 的 Jennie 是不是已经跟 Rosé 一起拍片呢？